王培生老师对于推手方面有独到的见解。所谓积极大师推手的这个名家的话，是从这儿来的。我现在用一个旁借，我这手搭，他这手粘我，不等他粘上，子丑一合出旁借，他刚一粘，我就一想命难，他就起来了，回头跨，由子到跨，接，接他，哎，来，接。这叫全凭心意用功夫，不是力，用力不是太极。大家要注意，练拳的时候你自己要一使劲，自己检查，自己检查，这是不是太极劲，无需不再求。大家听着，你看他这手来了，这手粘，等这手走，你看让它空，我这手就不能再动。拳谱中说得好，左重则左虚，右重则右秒，步随身换，身随步走。我这样要使劲，这叫双重，双重之变为物耳。每见数年成功，不能云化者，率皆自为人质。这句话的意思呢，就是练很多年太极拳了，不要跟人比手，一比手就挨打。什么原因？双重之病为物耳。一赢就是对抗，他这手有力，就走这个，沾这个，这会惯。大家看得清楚吗？千般用，一旦无常，经济全失掉，万事休，就挺了，挺就回去。明白这意思就是啊，你看这个手走来都是空，实际这个动作就是我体重到这腿，我这就变为虚。所以这个虚，对方一实，我这体重一字这也是实。回来打他的时候呢，我拿这个左重则左虚，就是左手为主，右脚也为主，我把这个左手右脚都到这儿，练出就这边，这完成以后，体重到这个右腿的时候，右中虚，这时候打，但是这练习就这种情形啊，随便打。这是打他的神，是吧？就这个，这迷糊，他这个掌力响要进来，他蹦这儿来，你看空，这响这儿，四点。大家看这个，这个讲的是我往回是拿，这叫跨。就这样完了以后挤的时候，你看，这就是身体的穴道啊。大家这个空，空空色色，色色空空。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而不空谓之玄，玄者妙，妙者玄，玄妙之功不可言，不可言，不可言，不可言。这个玄妙点在于此。这手来了，你看，由这儿进，这儿一进就拿，这
刚才讲一个旁一个喜，这个吕呢是无火，能化万物。这手来了以后啊，往身上的都抱上，你看，我想哪就想这，你看这个动作了吗？什么都不想。这是吕，还有案，这方己，你往身上推，你看，我就把这个盘中躲，躲到大指，往那一看，按的时候是这样，不是这样按，这样按不行，那叫双重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个案，你看。不要用一点力，你看这个起啊，起来之后这边起没挪动，就起这，我往下看，你看这时候还没出去，再起还没，你看这个，他就这么一站，往这一弓，你看他这脚到了，这脚到了，我就一顺就往他后头迈，这是点一个起来，还是一个，明白？打小米蹭蹭，全是个东西。